是网上买的这种番茄，那摘得几个？要的，这个摘几个的。哦，这个摘是边边给。太晚了。那剩过番茄，说是。哦。太晚了噻，你过了嘛，我叫外地噻。坏了嘛，以后摘动。扯不动啊，这样硬得很。扯不动啊，你赶快砍嘛，到嘞。扯不动，砍。一个番茄，水一个番茄嗦。水瓜，那算了不？要得，过了免得打死孩嘞。哎，周姐淘这些就，孩子就打不死。这个土肥，这白土不放灰烬呢？要得。我到我了。我白种白收。白种白收哈，还是要管的嘞。在这一路，在哪吗？一共在一路。这还弄多远啊？在哪个？啊，这边来，在广东江那个头，还有挖土了，挖出了的。暖洋洋，我老臭了都。那我孩子那些酒。长大了就会压他臭。这个牌儿红啊。老陈，酸甜酸甜的啊！这一两块八十。嗯，多有点甜。今天是我大姐夫在。要得。
吃的嘛？肯定吃的哦，那去客家。客家吃吗？你自己做的，你想搞？做你那又有王高。我看看哪有个村儿。要得。切点肉嘞，把冻寒菜汤。做肉片汤要放点蛋清、生粉、盐巴。把汤放猪油，这水涨了，先把冬菜菜倒进锅里头。来，豆瓣菜猪皮汤，现在我碗汤。五块七，肉菜挂二十一。够吃吗？汤倒好吃。香啊。香。这肉，爷爷。